你要搬到目前住那里去是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是搬去工作室。随你。所以你是被公公赶出来的，也不算是。啊，昨天那件事情对他打击太大了，我就想搬出来一段时间，给他自己好好静一静。他也不想看到我，要不然怎么办呀？嗯，说的也是。不过，你说工作室可不行。这样吧，你先搬去我家住。虽然我家比公公小那么一丢丢，但至少还算温馨啊。这样的话，咱俩每天还可以一起上下班。谢谢你，蚊子啊。哦，嗯，还是算了吧。你们新婚燕尔的，我学当电灯泡可不好。虽然我脸皮厚了点吧，但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哎呀，那个丑八怪已经被我赶出去了。啊？开门啊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先给你这些东西，剩下的办完手续再回来打包。哎，咱俩能好好聊聊吗？能吗？啊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不送。这是我的房子，这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。咱俩就是离婚，你也不能把我从这房子里赶出去吧？那你去报警呢，就说我非法侵占他人财物什么的。实在不行，咱俩再打个官司。反正这阵子我就是要鸠占鹊巢了。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走了。冲你这阵子的所作所为，这个婚我离定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啊，丸子，都怪我把你和米生也给牵扯进来了。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找他谈谈，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冲动。嗯，小念。我跟米生呢是结构性矛盾，你可千万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难过的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靠不住的。啊？这不一定吧。怎么不接电话？哦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我晚一点给他回过去。倩初，你还记得我们老去邓家下午茶？晚一点，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今天不是约了我姐有事情吗？你看我这记性，光记着吃，把这事儿都忘了。你跟我姐的关系还真的挺不错的啊。她毕竟是你姐姐嘛，而且订婚的时候她也帮了挺多忙的，我心里挺感激她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初，我知道刚才的事情让你不开心了，可是，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知道，你是明星嘛，难免会受到关注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带到公司来，我会很困扰。情况我大概了解了，方案你先放在这儿，我会给测评团队过一遍，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再往前推进。穆总做事真的是防微杜渐呀，没想到合作这么久了，还要过测评这一关。都合作这么久了，你也没找到可以压倒恩义的项目，谨慎一点是应该的。单论技术，我不觉得恩义比樊胜有多少优势。恩义胜在还有龚宇当年打下的底子，人脉资源上不是新公司可以抗衡的。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现在的恩义没有人保驾护航。穆总，您的茶。差不多了吧，我一会儿还要去我弟弟那儿，还有几个会要开，先回去吧。好，那我不打扰了。陈总，我送。好，请。陈总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做茶的朋友，最近上了一批新茶，我想拿给穆总试试。你知道他平常喜欢喝什么茶吗？红茶还是绿茶？穆总平时是不怎么喜欢喝茶的，我们公司的茶一般都是用来待客，穆总平时只喝那种可以沏的手工花茶。今天多亏了你啊。哎，大恩不言谢，你怎么报答我呀？酒是暂时没时间请你喝了，来，过来喝一杯工艺花茶。龚总，你要请我喝茶也喝点好的吧。嗯，这可是跟女人喝的茶。谁说只有女人才能喝呀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真的是给女人喝的茶。我干活去了。不可算。哎，你变娘了啊！去。陈总。姚穆总在喝茶方面还是很有品味的。是啊，穆总只喜欢喝这种工艺花茶。姐，听说你来公司了，过来看看你，怎么样？身体还好吧？我还好。姐有什么事？今天早上的事情，我也都听说了。我知道你对石迪有一些意见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难免以为他在借机炒作。毕竟你们现在的感情……我不记得我对他有什么感情了。对我来说，现在顶多算是个认识的人而已。可他流露的那种状态和刚刚发生的事情，真的让我很不舒服。我明白，你失去了这段记忆，一时之间让你难以接受。但是有的时候，你也要为小迪想一想。就算这件事情是他安排的，他也不过是想守护好自己的地位，
维护好你们之间的感情。毕竟你们是要相携到老的人，他做的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了你们吗？这样吧，下午我会和小迪去逛街，晚上我们三个一起吃顿饭，你们两个好好聊聊，把误会说清楚，怎么样？好，谢谢。谢什么谢？你是我亲弟弟，我不对你好，谁对你好？小念，嗯，你看那个新闻了吗？新闻？什么新闻啊？八卦新闻。谁的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明星，不看也罢。我这都收拾完了，你饿不饿？咱们去吃点东西，我请你。你请我干什么？今天可是我摆脱那个大猪蹄子的第一天，我还要感谢你陪我庆祝呢。走，我请你吃饭，想吃什么？哎呀，我请你去嗨一嗨吧，咱俩去 relax 一下，说不定还能碰到帅哥呢。啊？啊？不用啊，小老板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刚刚说的都是对的，说明他们就是有病，有病！你怎么又来劲了？这帮女人啊，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什么大猪蹄子，结果呢，自己还不是每天吆喝怎么办？所以呀，小老板，恋爱干什么？结婚干什么？要这些束缚干什么？我要单身，我爱单身，单身使我快乐，使我开心啊！小老板，我们现在就走，去潇洒，去喝酒，去狂欢，走！哎，狂什么欢 ？Mr. 公还在这儿呢，我找人给你送过去，行了吧？你们先慢慢吃，我出去吹吹风。千楚，我给你倒点红酒。我去找他。千，你电话。谢谢。陈总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今晚吗？今晚我跟我弟弟还有他的未婚妻一起吃饭，可能不行。陈总，您说笑了。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，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可能不太合适吧。您看这样吧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请您喝茶。啊，再见。是樊胜的陈总。
啊，是，说了一些有的没的。我们快进去吧，别让小弟等久了。说。小老板，你喝酒了？我没有，他们不给我喝呢。我没钱给他们呀。没钱你去什么酒吧呀？你在哪儿？我在星德罗。一个比一个蠢。李生，李生，小老板，我以为你不要我，我从来就没尿过瘾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没家可回了，我被孙洁平赶出来了。丸子，我们回家吧，走吧。咱们回家吧，丸子，蜜生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孙建平，你干嘛呢你？怎么，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了啊？孙建平，你来这干什么呀你？医生，你是男人吗？啊，我的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啊！你这是假怀孕，而且你要怀孕，你不得先跟我商量商量吗？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我能找到女儿吗？好，姐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有点事得回办公室，司明来接我。这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，你这身体刚好，太疲惫了也不好。是啊，千楚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呗。没关系，姐，之前我生病，公司都是姐一个人操持，现在我没事了，应该多帮你分担一些。那好吧，你也别太晚了啊。哦，千楚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别太累了。知道了，早点回去。有点新的情况，你帮我查一下我姐跟陈柏之间的关系。对，就是樊胜的那个陈柏。我总觉得他们之间不只是合作伙伴这么简单。大家都说实话，参与斗殴的到底有几个人？没有人斗殴，警官，我们都是闹着玩的。你看看你脸上的红印子，有你们这么闹着玩的吗？警官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你有没有点出息，还抱人家警官大腿，真是 no face！ 干嘛呢？给我老实点！我看你现在酒也醒得差不多了。警官，我这还醉着呢，你可千万别把我关起来。警官，抱歉啊，他们两个真的是夫妻。今天只是喝了点酒，闹了点别扭。您看，如果没什么大事儿的话，我能不能先带他们走？夫妻？这我还真看不出来。
不过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就不得不教育你们几句。公共场合打架斗殴还聚众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你们都得……不是我说，你们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一点都不矜持呢？还有你们两个，看样子也没喝多吧？拉个架不会吗？非要把这事闹大，闹到派出所来就高兴了。幸亏今天也没出什么大乱子，就这么着吧。记住，不要再有下一次了，听到了没有？这什么？您不是说看我们不像夫妻？结婚证？哎，结婚证？米生、孙杰平。有什么事情不能谈工作的时候解决吗？现在情况这么复杂，我可没心情在这儿跟你吃饭。情况再复杂，日子总要过，饭也要吃吧。我是看穆总这段时间特别辛苦，所以才想带你出来放松一下。送给你。来，请坐。听说这里的牛排特别好吃，试试看。穆总，时间宝贵，我们谈正事儿。说。小念，我们回家。回家让我抱着你睡觉。小老板，让开，干嘛？小老板，男人不苦，男人的眼泪都是金豆豆。你再叫小老板，明天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小老板了。咱们去那边打车。哦。走吧。我的项目书你看了吧？怎么样？我已经说过了。要等团队测评之后才会有结果。对，合作嘛，我有耐心。我只是想提醒一下穆总，之前我答应和你合作，是因为你承诺过我，如果恩义到手了，那么全部的管理权都交给我。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恩义好像没有一点要转手的意思。你说的是，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的合作伙伴这么不争气，跟恩义对抗了这么久，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做到平分秋色，而且很快就被反超。这么好的竞争机会，也不知道是谁，一点都不争气。我就知道，穆总会把这个锅甩给我。对，我承认，樊胜确实没有把恩义直接打败，但是樊胜凭借着低价格的优势，在市场上和恩义已经不分伯仲了。单凭这一点，我已经做到了我该做的了，并且证明了我的实力。穆总应该很清楚，如果没有我，没有樊胜，以恩义现在发展的速度，你根本控制不了。
确实没有想到公路这一盘能翻盘。明明已经安排薛总去海外度假，居然提前回来清了心。让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吧，穆总最想不到的不是公公能翻盘，而是公公凭借着一个女人就翻了盘。你说的是石小念？哎呀，真是服了，吵个架离家出走还带个这玩意儿，也不知道公公是怎么想。喂，Mr. 公，快把摄像头关掉！干嘛呀？大晚上看女孩子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是侵犯隐私，我要告你！什么鬼啊？你们谈恋爱还有这种功能啊？什么谈恋爱的方式啊？你别自作多情啊！我才懒得看你。石小念这个女人，我确实有点琢磨不透。会吗？根据我对她的了解，她就是一个小女孩，特别简单的人。简单？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简单？那穆总应该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吧？没什么。不过他确实在恩义的问题上帮了公公许久，现在还绑定在了公公的身边。对手正中下怀，穆总才能够囊中取物。你什么意思？用产品在市场上跟恩义对抗是我的工作，那穆总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自己的工作呢？我要是方便出面的话，还要你有什么？也对，可是有些事情呢，不是非要自己出面才能解决的。像穆总这么有智慧、有地位的人，何必要亲自出马？收拾他确实不难，但是现在跟这个石小念有关的人和事，太错综复杂。就是因为错综复杂，所以出了问题就会牵扯到很多人、很多方面，效果才会更好，不是吗？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做好你自己的事。放心吧，我对穆总的心日月可见。哦，穆总原来酒量这么好。哎，很可惜啊，明天大家都有工作，要不然我一定会奉陪到底。喝点茶吧，解解酒，好不好？请慢用。谢谢。这种工艺花茶，很多餐厅都没有的，我特地为你准备的。很多人都喝不惯这个味道，我认识的人里面，只有一个人喜欢。公寓，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公司大厅的屏幕上为什么要播这种东西？穆总，这个是我叫人放的。石迪现在的公众影响力不小，
稳定你们的关系，对于公司的转型和接下来的投资计划都会有好处。千初，你的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，该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了。看来这件事情真的跟杰尼有关。你明知道我跟石弟之间根本就是场误会，我喜欢的人从始至终根本就不是他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？喜不喜欢一个人有这么重要吗？况且在这之前你也知道你们的感情并不差，又何必一定要计较谁是谁呢？如果连喜欢的人是谁都不重要的话，那得到的东西有什么意义？你这个方法太过激了，今天我帮你出头，千初对我的意见已经很大了。你哭什么？现在是哭的时候吗？姐，这是我能想到唯一的办法了。如果千初连这个都不在乎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他不在乎，总有人在乎。姐，你的意思是，穆氏的名誉和发展，总有人在乎。我明白了，姐。我会去找叔叔阿姨的，我求求他们帮帮我。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，你要抓准时机。千珠现在巴不得整天和石小念在一起，你要让爸妈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到时候再去求他们，远比现在去求要好得多。可是现在千珠什么时候跟石小念在一起，我都不知道。好了，这件事情我来想办法。迟早被你们害死，没一个有用的。小念，下一期的连载怎么样了？杂志社那边已经要对我赶尽杀绝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还没画完呢，我马上就把他赶出来。白宇，你帮我去跟杂志社表示一下歉意。还有，为了表达我这歉意，我决定这一期的连载我加一部分番外。番外？哎，那你番外画什么？画和另外一个男人的前世今生。脑洞又大了。喂，千初的姐姐。哦，我是石小念。可是，好，那我们一会儿见。穆总好，走吧，我们去前面转转。穆总好，穆氏近几年的发展还是挺不错的。搬到新的办公区之后，买下了整个楼盘，现在这个楼盘的价值是当时的5倍以上。我不太懂这些，不是让你懂，带你转转而已。走吧，去我的办公室喝点东西。千初，小念。怎么了，千初？你这个样子倒是像你姐姐我是个怪物一样。没有，姐，你找小念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